谁还能？我靠，这两个真是！你们刚刚聊卡喊吧？你应该你要做什么款措施的？你应该是爱甲这些安全设备拢做好，你人才离开。甚至会同咱公所的人来验，讲恁会当离开，恁才离开，应该是安尼吧？你是老家吧？因为以前就是低收入户，然后环境不好，然后他现在长大了，他只要赚一点钱来帮忙家计。因为我们现在只有三个人，三个就是对，就是我，还有他，就是他姐姐，还有他，就三个人而已。哦，啊，妈妈是。他我们已经离婚了，对呀、啊。啊，所以小时候就你很小就带着他就对了。对。没有，就是从小，养大就对了。